近日在备受期待下迎来了浪漫的情人节。在这一天，肖战继续传来捷报，肖战再一次当选成为了冠军明星。不愧是娱乐圈里鼎鼎有名的实力派演员和歌手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全球华语流行音乐金曲榜举办方也成为了小飞侠，在官宣捷报的时候直言会永远支持肖战，祝福肖战越来越好。据全球华语流行音乐金曲榜举办方透露，肖战在情人节当天又一次当选为冠军歌手。举办方还非常暖心，制作了一个肖战的宣传视频，各种风格的肖战整合在一起，这种感觉太爽了。另外举办方更是毫不客气表态，会永远支持肖战，优秀的人就是会得到非常多的喜欢。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，大家纷纷表示肖战当选为冠军明星可以说是实至名归，名副其实。其实陆陆续续拿到非常多荣誉大奖，舞台也好，影视剧也罢，肖战的发挥从始至终都没有让观众失望，优秀的肖战一览无遗，也不需要质疑。总之恭喜肖战，这么多喜欢和认可都认定肖战就是优质偶像，希望肖战继续努力，再接再厉，再创辉煌。作为粉丝态度不用多说了，会一如既往理性支持肖战的代言，自始至终期待肖战的舞台，祝福肖战的演艺事业蒸蒸日上，越来越红火。针对网上存在的恶意和造谣舆论，所有人都要擦亮眼睛，不要兑现，多反馈给肖战工作室，会有人来处理，肖战未来可期。情人节快乐，早日找到心仪的另一半。